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别开生面的吹球大赛，哪边的老爸吹功更为了得呢？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，就记住那个不准吐口水，不准骂人啊。好了，来，双方运动员请握手。真的是。暗箱，这叫什么暗箱操作吗？再见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发球，大炮发射。啊！也太快了吧！你切点。乌龙了！乌龙了！有点自杀球。就跟必须要十五分钟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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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进！加油！进！开始！加油！进！开始！进！开始！爸爸漏油！爸爸漏油！耶，好！爸爸漏油！进！啊，行，你只要往这边揉就没戏了。进，开始。哇！别吹，哎，还好，不吹，不吹，对，不吹。有劲，往后吸，吸，吸。恭喜秘书，王宝强叔叔加油！吸，吸，对，加油！好。吸，对对吸。马上有了。王宝强好厉害呀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要，我们申请下一组，快快换季，快点，换场地。来了没有，刘烨？来了，来了。吹球比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，我们现在看到比赛的成绩啊，8-2，请双方注意，3、2、1。好，9-3，比赛继续。爸爸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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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-3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爸爸对，爸爸对，爸爸对。哎呀，爸爸对，这样的拿都没拿过来，11-3。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采访，请问双方队员这个时候有压力吗？因为我们的比分已经比较落后了。因为已经落后那么多了，就没更没压力了。比赛开始。还有对方队员用脸防住了，打射，射，是我刚才刘烨，我特别怕你把它吞下去。进了，我在想你要一起这个球洗一洗，拿水冲一冲，把它篮子冲掉。我特别想你要吞进去，得怎么弄出来？
来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哎。漂亮！十一比五，有希望了，现在好吗？好，来，开始。爸爸加，爸爸加。壮哥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一脚挑射十一比八，我换一个，这是 Chris 的，来换一个，对，那个人，好，夏克利呢，可以说带伤上阵，来，好，没问题吧，没问题吧，哎，有点像狼外婆，这个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最后两分钟计时，3、2、1，好的，好，十一比九，来了，又来了。漂亮，漂亮！哇，12比9，开始！哇，13比9，好，耶、yeah ！13比10，13比11，哇，13比12。队长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30秒。3、2、1。哎呀，好大的风！哇，好大的风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还有15秒，15秒，来，最后的15秒钟，3、2、1。15比12，比赛结束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宣布一下得分的情况。我们的大云村村民队暂时领先。回家。比赛咱没有赢，怎么回去？赢不了比赛，不让回家。不能困了。困了。还好多朋友阿姨都没困。哎呀，我不是在比赛。你不要带我这么高！我们现在进行的比赛是今天的最后一轮比赛了。我们最后一个比赛叫做脚传西瓜，要怎么玩呢？5个老爸并排着躺在凉席上，不能用手，只能用脚，一个一个的来传递西瓜皮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是。夏克利还是玩不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不要，我们照那个协力会啊，中岛来替我一下好了。那受劳苦了，也让他尝尝这个滋味啊。哦，看到老谢，他就在那儿呢。你帮我找到老谢好吗？叫过来去。叔叔，谢谢。小朋友去了，孩子去他不敢跑的。孩子，你给我出来。对。谢迪奎，我爸爸去哪儿的总监制，现在能说一下你们一定要请他来的理由吗？因为他是放炮的叔叔，对吗？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人已经齐了，的双方呢，请上我们的比赛场地，先来进行一下练习赛，好不好？来，很好的，过来，对，那我加这儿，对，完对，完，你翻转，不这样啊，他不能翻的，他会装东西啊，啊，不能翻的，不能翻。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正式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里边要倒满西瓜汁。不能翻啊，那就上下，哎，那就只能上下的，要么你在下，我在上，要么哎，对，就，好，不，等一下，不行，注意，你看啊，他，哎呦，他那边有水啊，来，给爸爸加油好吗？来，给爸爸力量，来，耶、yeah, ，真棒啊，好，来两边，他球给你，好了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加小心，喝一点。稳住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呦！
有没有办法喝？不着急啊，他们还在第一位，所以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来来，稳住，稳住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稳住，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不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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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对，对，宝强，你压到最后怎么样？哎，要给谁？要给谁？我们看宝强这个造型，你的脚和手一样。不要动！好喝了，好喝了。还没有喝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掌声给爸爸队取得了本轮的胜利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宝贝们也来比一轮比赛，宝贝们可以不用倒西瓜汁了。捧到这儿，你真爽。好，来了，像睡觉一样。啊，来，准备好，来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对，大弟，来，把脚伸进去一个，对，给 Papi 姐姐，对，给 Papi 姐姐。耶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加油 ，OK。没事，再来，加油！没事啊，我说没事。放好！哇！你不是碎瓜啊？我们再来一次吧。我太喜欢玩这游戏了，这游戏是我从来都没有玩过的。Yeah! 现在，村长要正式的宣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爸爸队就以总比分3-2赢得了胜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碗我们苗寨最好吃的凉粉，快端出来啦！在这我要隆重的宣布，第一届苗寨运动会胜利闭幕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快乐每一场。过来自己领奖品吧。但是宝贝们，你看我们大园村的小朋友，他们都没有，怎么办？真棒！一人一半，谢谢，给大家分享，谢谢你，来，你陪我们一起玩，我们的爸爸们也可以，来，我们也一起来，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们一起玩哦。来，吃一个，好帅哟。哎，你没赢，等会儿，你现在不能拿，你没有赢的比赛，你没有参加，你不可以赢，不可以拿。我看你以后还参加不参加？我不能光吃啊。按照这个图片上的提示找食材，晚上爸爸要用它来做晚饭。夏天，你要带着娜娜妹妹，还要带一个人，你要带谁？诺伊。诺伊，你们三个是一组。来，你们两个来接这个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个是晚上爸爸给你们做晚饭的食材，如果没有找到的话，就没有晚饭吃了，好吗？出发了，宝宝，这个棒棒糖，宝宝，你先拿保留了，宝宝说。那你放到家里，然后我回来之后再吃哈。娜娜，也有棒棒糖哦，我们放在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吃的时候就可以吃。对啊。晚上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吃一个大美味的餐厅，还有你的爸爸也会来，对，娜娜也会来，对，还有大家都会来，耶！要不要晚上我们一起好做菜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。我是不会做菜的。然后你也不会烤鸡肉，你只会烤自己。哎呀，他的嘴怎么这么脏啊？你就当没看见啊，没看见，你在吃棒棒糖不知道。我要加肉，我也要加肉，要不要加鱼呀？可以啊。喜不喜欢吃？我喜欢吃鱼，鱼可香了。鱼怎么了？鱼爸爸不会做，你不太喜欢。鱼不好弄，爸爸从来没做过鱼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要点鱼吧。现在我是哥哥，我拿多一点，你是弟弟，你拿少一点点，我怕你累。好，萱萱，咱们捞一个大鲨鱼怎么样？好吗？大鲨鱼你喜欢吃过吗？喜欢啊，没吃过，但是我也没吃过，我们家两个鲨鱼好不好？但是太大了。
他们会吃掉我的。鱼很长时间没有碰到水就会死，被你的水都给喝完怎么样？喝完？嗯，太脏了吧。哎好哎，逗你玩呢。把鱼都吃光好不好？好嘞，那珊瑚扇贝都吃光。好，海底一个动物都没有了。哈哈哈哈。阿姨，有没有鱼呀？你们家就我们厂的检查好不好？那个新同事啊，豆角啊，要不要？对，有新同事啊。那我带你上来。好，你家破不破？不破。确认你应该说古老不古老？你家这好漂亮啊！你家有没有鱼呀？后面有一个大鱼塘，你来看。大鱼塘里面有鲨鱼吗？鲨鱼是没有，只有那个鲤鱼。好。哎呦。这里有没有食物呀？我们想带食物给我们的爸爸吃。咱们你们一个鸭腿，半头鸭腿是不是？不是这个肉，不是，我们是要生的。你们看看，我们是要什么东西？然后那是白瓜，还有西红柿。西红柿有。哦，西红柿。对了，耶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白瓜，哎呀，好重啊！我终于可以给我爸爸做饭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谢谢你哦，我快抬不动了。要弄这样，还是我们交换？我可以拿超级超级超级哇，超级高！交换真的很好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，一定可以。这有食物吗？哇啊！你说我们找到一些食物了，可以拎回去。谢谢，握握手，握握手，握握手。好的，谢谢啊，握握手。你说谢谢你啊。好的，谢谢。那以后我们长大了，留来就给你再还回来啊，还给你。那我能提动。啊，哇，你力气真大。姐姐呢？你姐姐和哥哥都上那边玩去了。不让你上那边玩。哎呦，为什么这村子让我们干这么累的活呀？我这是把全部的力气都给用上了，怎么还抬不起来呀？还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们很高兴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要找鱼，然后放到里面更高兴。我们还要把美人鱼放到里面。先生，抱歉啊，没有真的美人鱼。走着。找食材要紧，请问有没有这个？有肉，耶！没豆腐，没有豆腐啊！给一点排骨、猪肉拿回家炖那个排骨汤喝。谢谢阿姨，香姨，香。把他吓跑了。小朋友洗干净吗？来啊，谢谢，没事，谢谢你啊。拿两个，一会儿给哥哥姐姐一人分一个，好不好？嗯，给两个啊，这两个棒、嗯。谢谢谢谢奶奶，找到食物了。够了吗？你说够吗？男孩子受点苦没事的，继续抬。没事的，我们怕什么呀？对，受苦有什么可怕的呀？哎，前面有个家。阿姨，有没有鱼呀？有。哎，那个是小鱼仔，那个鱼炒起好吃。小鱼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回去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轩轩，快！我要离开这里了，怎么办？轩轩，拜拜。拜拜。明天见，明天还能见到，明天要做任务呢。对，忘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回家了，拜拜，拜拜。真的很难呢。哎呀！大金哥哥，拜拜，拜拜，萱萱。哥哥和姐姐他们呢？就在前面呢。我要去看他们。诺一，娜娜，
你看我们给你找什么食物了？哇，冰淇淋，冰冰凉凉的冰淇淋。给姐姐，哎，这还一个，给。谢谢你哦。也不客气，一起吃啊。给你，哎，你留一个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冰淇淋不太好吃。不太好吃？哎呀哎呀，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为什么不好吃吗？不太好吃。啊，你也不吃了？他说不好吃，你也不吃了？对。因为你喜欢我，对吧？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哎，红豆哎，红豆，绿豆，红豆豆，这个了吧，这个了吧，这个了吧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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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成了一个真正孙悟空了。真正的孙悟空飞上去了，孙悟空都会飞，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，你可以吗？哎，我可不会，我只会这样。你看，飞其实他心里他挺愿意玩的，挺愿意和他们在一起玩的，但是他现在没有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式，就是融入在这个孩子他们这几个人的群众。二三五，这几个小朋友小孩，我觉得都挺聪明的，然后而且也不会说有一种排斥感。你们两个都会去到我的家啊？是的。他还有你们两个都会去到我，那是你说是我去你的家那个吃饭吗？哦、对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聊得太急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太急了，哥哥。哦、爸爸回来了，我这是很多菜。哇！有肉，有肉，有菜，啊、来抱抱抱抱。你看，有肉。呀，你这么厉害，来抱抱抱。你今天太棒了，哎呀，我的儿子。好，宝宝先去洗手。我马上洗菜，然后准备吃饭。来，我们分一下食物好不好？好。看爸爸给他劈开啊。来，让一让啊，要爆炸了啊！快，把耳朵都捂上。眼睛睁大一点啊！哎呀，没有。别让炸，别让炸啊！这次要大了啊！真的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呀，吃不了了。这个给谁吃？给他。好好给他吧，好。好了，分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，漂亮，走了，两个排到一起，好棒啊！这是我第一次跟娜娜一起生长过程，这是我的新朋友，他也是我的新朋友，他就是我们两个的新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那片子好像真用心的，他真是能让人记住。这回来为什么有点感触？那会儿就是90年代末的快大学毕业生，心里慌的已经不包分配了，也不知道自己以后干嘛。我就当前程会怎么样？第一次拍投入特别多，后来看2000年零几年啊，看哎呦，还哭了，就觉得哎呦，这父子的东西嘛。当时拍完，哎，我说这地儿，我说以后得再来。然后这回爸爸去哪儿？又来了，又来这儿拍的地儿就是这地儿。这个地方是你事业起步的地方。去哪里？啊，没事，爷爷。我在这逗我儿子玩儿。我就说我已经饿得在这儿跟狗狗一样，已经快没力气了。使劲，坚持住！哎呀，我的手被拉到了。好了，我不干了。你真的生气了吗？没事，那位哥哥生气了，哎呀！不要太生气。